后疫情新生活运动，全台各地报复性的旅游人潮增加，花东地区的铁路一票难求，公路进出交通也大打劫，让许多的游客民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因此观光局花东纵管处就推出高铁北花线、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的交通联票优惠方案，那么从即日起开卖，让大家可以轻易的轻松畅游花东。碰上疫后报复型旅游人潮，买花东火车票比登天还难，公路交通更是炸塞。观光局花东纵管处不让游客民众的旅游打退堂鼓，几经奔波协调后，即日起推出交通联票优惠方案，让大家轻轻松松畅游花东纵谷。所以我们在即日起就 推了一个从搭配高铁以及北花线的回游号以及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的一个套票行程。那最主要的是，只要是在九月一号订购这个套票，可以享六五折的优待。那在九月一号以后就变成七五折。结合高铁加北花线，还有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的交通联票优惠方案，处长郭振霖说，不仅省时省钱，安全又舒适，纵谷好行纵谷花莲线沿途停靠花莲知名景点，游客民众不用操烦，就能玩遍整个花莲。那这个整个套票的特色是说，我们从搭高铁，不管从你的七十站到，只要到南港站，在南港的转运站，再搭乘这个北花线的北回号来到花莲，那就可以搭乘这个纵谷花莲线以及太鲁阁客运的301、302、303以及305的这整个一个客运路线，那就可以很轻松的游历花莲整个主要的景点，包括新天堂乐园、清修院、旅一潭等等。如此好康的交通联票，花东纵管处指出，高铁花莲联票可透过 7-11 iBON 便利生活站售票系统网站选购，而北花线花莲套票不含高铁票，从8月1号起在 7-11 门市 iBON 机台就可以购票，而纵谷花莲线一日券、二日券、海湾旅游套票、好行铁马一日券则可透过花莲线纵谷线订票网或到易游网、易飞网、可乐旅游、成范旅游线上购票。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